就我们家这套亲子盘啊，谁来吃饭呢都得问一问，它在我们家的利用率啊可老高了呢。不光吃饭的时候用，它平时装个水果零食啥的也好用。亲子的卡通图案呢，不光样式好看，还贼厚实，摔一下碰一下也不会裂。这一套里边一共八个呢，底下还带了一个收纳盒，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摆起来，不占地方还好看。